滋养人，它跨越35000年历史长河，开启蜀人原乡的文明篇章。它静静地陈列在滋阳市博物馆，守护着这片生活过的土地，也守护着来来往往的子孙后代。你也许会想象他的容貌，他的声音，傅元相满足了我们的好奇。你会发现他和今天的我们眉眼相似，血缘上一脉相承，蒙西河畔月光皎洁，九曲河流水潺潺。那时他和家人过着怎样的生活？拥江而居，打制石器，狩猎采集，围着篝火起舞，和我们在不同时空里脚步重叠，在夜晚仰望同一片星空。时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流逝了35000年，从老祖母到今天的我们，经历了多少岁月变迁？我们将铭记老祖母的开创之魂，也将铭记接续奋斗、砥砺前行的新时代担当。